我觉得人要下决心出去创业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觉得他适合创业，或者他想赚更多的钱，还有一种呢，就是赚不赚钱无所谓，我就想把这事儿做成。如果你创业只是觉得做这个能发财，我的忠告是建议做别的。如果这是你的梦想，你下半辈子就想干这件事儿，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那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过去的半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要不然你们可能又以为我们被收购了，或者是被倒闭了，是吧？在 M 系列发布之后呢，唱衰锤子科技的知名评论者也给我们给出了一些非常非常装但是还是让我们感到一丝温暖的评价，可能迈过了及格线，看来要毕业了，锤子可能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了。少啰嗦，先看东西是吧？先看东西。我预感到我们后面会越走越顺，会卖疯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卖了几百几千万台，你要知道这是给你们做的。漂亮的。完全不像是立派，我高兴，然后觉得这下要成了，然后又想到这种感觉已经重复四次了，大概是这样吧，对，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我想问，对锤子来说，去年在战略上有失误，或者说在产品上有失误？从战略上，你可以认为每年都是失误吧。我们创立的这些年，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是走的比较吃力，但是跟我选择了一个难的项目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你跨界跨得太狠，很多事情都要去学，然后不停地往坑里沟里掉，这个基本上是必经之路。这六年你看，我们说有人讽刺我们说是发布会驱动型，然后说不会做市场营销，只会发布会驱动，还有人说怎么不打广告呢，这太奇怪了，好像广告的钱是从天上掉的，你没有那么多钱吗？
你越有钱很多事儿就越好办，你越没钱很多事儿就越不好办。所以我们以那么有限的预算做了这么重的一个实业，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很捉襟见肘走过来的。对，新机备了多少货，很多在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拧螺丝，一直在拧螺丝。好，下一个问题，我们开始回答一些默默的这个。今天新春老师又给我们火箭了。新春老师，感谢。新春老师，我们得想办法认识一下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叫什么叫逆向打赏这个功能，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我们送七个好老师一个火箭。哎，送七个好老师一个火箭。来吧，好，火苗子上，物理火苗，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大家对，走，非常努力，走走走，牛。火箭应该往上升，怎么能往下降呢？哎呀，这帮孩子逻辑太差了，当然是要往下降。你给我们的是从下往上，我们给你们的是从上往下，好吧？我不愿意当众演讲，就是说我当众演讲可以讲到很高兴，但是如果有的选，这是我创业过程里最烦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是六年里最不快乐的一部分，有很多不快乐，比如说融资困难啊，或者什么那些不快乐。这个演讲是其中的很大的一块不快乐。我挺运气不好的，好几次都是在住的酒店里能看到场馆，其实我看不到场馆就更好。你早晨起来本来想拉开窗管看个好天气，呼吸一些新鲜空气，结果你一看场馆在那儿，你就觉得叫什么死缓。但是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命，所以可能就还要持续一些年吧。我小时候不会骑自行车，上高中呢突然需要骑车上学了，买了辆自行车直接就上路了，不会拐弯，然后就骑到一个路口就停下来，车头转了90度然后再接着骑。所以我没有去说有一个节点说我去学骑自行车，我就感觉就会。Hello everyone. 2 years ago, we started OVO, the yellow bike. You know, Uber Global provides 7 million trips every day, and we provide 25 million. I'm from Naples. You ever think of expanding there? Yeah, of course. We want to unlock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It's really important is speed.We have to do things really, really, really fast, faster than anyone, so we can win the time and we win everything. 2015年10月29号的时候，我们一天过了5000单，哦，太兴奋了。但是现在有一天我订单没有到2500万单，我会非常的焦虑。在中国今年上半年的新增就业当中，每100个人，有一个人是为光电这行业服务的。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太感动了。产能第一，用户量第一，订单量第一，把你的大拇指送给我好吗？复星集团叫复旦五虎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北大几个人聚到一起，我们北大五虎嘛，也能改变世界。Yeah, no one in future will buy bikes. We will buy all the bikes from the factories. So I think we changed the whole bike industry.可以从此看见这个学校不忘初心嘛，是吧？2年前我们在北大上线，然后1年前我们从学校走出来开始在城市服务，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在全球服务。我觉得感觉每年我觉得我们这个非常激动，就是因为有更多人用开始骑车了嘛。意大利的这个安东尼亚约我5分钟，他现在在公司吗？在哪？曼彻斯特。Antoni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yeah, if we don't have the bank account system,
we cannot let people pay. Okay. So thi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t not only for payment, also for all the incumbency we have with the taxes administration. Yeah. Yeah. So you know why today I'm here to tell you this? Mm-hmm. Because any single document is under your name. Yeah. So you are the responsible person. I heard that they will finish all everything next 1 month. Another 1 month? Yeah. We only have 7 days. I'm really wondering. So the problem must be solved here in Beijing. Mm-hmm. We need to find Wanxi or something.两万里面有两三千，你说这坏了？这坏了，差不多就10%左右。之前可能就是在总体的架构设计上，就是这一块儿，比较随意，对吧？怎么快怎么来。但我觉得现在这么多人了，其实快不起来了，所以就是已经就是效率下降，需要立刻我们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我就一定要打开了说，就说的都是这个不疼不痒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做质量的就怕型号多了以后就，其实运营也很麻烦，维修也很麻烦。比如说我们在锁啊，在大数据啊，在物联网，其实在这些行业包括质量，其实我们并不落后。嗯嗯。但是我们的一体设置能力呢，表现出来呢，让人感觉就是我们始终是被摩拜牵引着走。嗯。我们的车可能刚开始投放的时候非常好骑，但是过了2个月以后可能就非常难骑了。之前地方招不上人来说，因为那个工资标准过低，真的我们的这个人工成本这个压力确实是非常的大。可能1年前我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很容易，但现在呢，我是会觉得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你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个真的是不是太好把握啊，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在创业这个路上做过最宏大的梦，就自己想做一家上市公司啊，去纳斯达克去敲钟这样。随着这个创业的阅历的增加，现在做的这个梦想啊，就是做一家公司卖给 BAT， 呵呵，比较实际一点。嗯。您好，那个我是活动人员水水，然后我给您签一个到，您是哪位啊？嗯，我是树总。好的，我在这儿还客串他们家迎宾呢。你站直。嗯。好，挺胸。你上去招呼吧，你楼上他们都谁都不认识谁，干坐着不好。行，你去吧，你别下来了。好，咱俩守好了位置。5点多就来了。啊，学长。这是我们开餐厅的，别我也有事儿，今天来的。以前我就说我有事儿。啊，现在有一桌。两周，3周，有3周。嗯，先开餐吧。行。今天是我们会计美食家办的一次线下的一个活动，就是让大家尝尝他们家的一些招牌菜，然后如果以后能来吃就更好了。就是大家一会儿不要客气，该吃吃，一定吃饱了就是扶着墙出去。我们这次活动目的就达到了。就大家不用，我们两位谢金主爸爸。对，我们这个先谢谢安主席。我们是什么家？跨界美食家。跨界美食家。客套形式都已经结束了，没有了，吃。通过一个活动让大家认知了，哎，跟着安传东他就有好吃的，那肯定这个品牌是慢慢能走到大家心里的。我们不要求走特别快，我们要求就是稳。
2017年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祈年大街，真的是搬砖砌墙。那时候属于就是北京最热的，尤其是挨着马路，没有阴凉地儿，然后真的是你往那儿太阳底下站5分钟你都受不了。当时就是活灰搬砖的活是我妈来做的，然后我爸心疼我妈，他说你来干，那就是我来替我妈干了半个多月。该要工资了，发现包工头跑了，然后我爸我叔就拉着我打了110，说我们几个农民工要跳楼要讨薪，真的是第一次知道挣钱很不容易。就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北京，我一定要在北京这个地方打拼出属于我自己的一席之地。入学的时候，几千个人就在这个操场上，感觉就是沙场点兵一样，就我终于来到我梦寐以求的大学。从一个7-8线农村跳到1线城市，然后你会发现城里孩子情商又好，智商又高，你考试又考不过，情商又不行，那你混什么？所以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然后开始创业。我预计是想要的是300-500万之间。嗯嗯，你能有多少会员卡？你能销售在300-500万，我可以做到30万。如果你下一轮的投资人要求你对赌呢？就是如果我投资这500万，你在这个期间内你达不到，比如说你承诺的30万的会员怎么办？嗯，传东一开始打动我的时候，不是拿项目打动我的，对梦想的那种执着是挺打动我的。其实我一开始投他的时候，他做的不是这个项目，是，已经是转换了一次跑道了。我认为这次其实是选对了跑道，如果他还跑不下去的话，那这回就是人的问题了。是的。给你们看一个东西，这都真钱。公共商店可以买到，那我投资的，哎，很合适啊，小董，你把这钱包捡回去一下吧。我觉得一年我面对面见创业者，见公司吧，最起码有300-400家，然后最后投的概率是，将近1%。但是一个进来的一个女性听众，比如她怎么去发掘优秀内容呢？推荐，我只能推荐你随便讲10秒钟，正常讲。做投资是一个非常看天吃饭的买卖，这个越做越觉得还是非常的运气导向。哦，干净的海豚音，霸道总裁音，这个你看我们多准，扑倒值8.5。对，行吧。然后呢？因为他们来是想要融钱嘛，那在那1个小时、1个半小时里面，他们会把他们思考的最精华的点跟你分享。99%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聆听讨论，最后拒绝。就你有点像一个算命先生，对吧？你在一个成功的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的10年前发现他，交流，然后投资他，最后成功。那概率那么低，就是我们希望寻找里面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马化腾啊。那大多数人是一辈子做不到的。而且我有头发，我不喜欢戴头发。那你下个就别戴，你现在就别戴上，然后走下去。那掌声风范路上，请老师加油唱。
在《奇葩说录》第二季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马老师就是说问我，除了做艺人之外，愿不愿意一起搞一点就是收费内容的事情。那我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玩辩论这件事，就是很有兴趣，而且沟通这方面的确是我们的专长。那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一顿烤串的功夫。我们其实一开始太顺利了，我们聚合到一起的时候，就一个多月之内推出了好好说话这个产品，然后就成为全网第一。致使我们接下来往下面走的每一步都会比原来显得艰难很多，但凡它没有再经历急速增长， which 也是不可能的。一般说到知识付费都是从2016年开始说起的，那所以在这个行业里边没有太多的前人经验可以去追寻什么东西会让人花钱，而且什么东西会让最多的人去花钱，这其实它是一个 sense。 好，开稿。嗯，你发过没有？来吧，那个我女友做直播网红，看到每天女朋友为了赚钱和直播间的人谈论三俗的话题，我就接受不了了，不让她干了她也拒绝我，我该怎么办？因为一个有占有欲的男生觉得自己女朋友只要跟别人说话就三俗。对，你不能接受这些三俗的东西，国家也不能接受啊，国家也在打击啊，所以你担心什么呢？这个好，这个你讲，我建议你举报。你不能接受，你不能。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每天都要陪各种人吃饭应酬，本身是一点都不喜欢喝酒，但是很多时候不喝酒他们就不把你当朋友，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让你的工作真的有价值。嗯，有的行业跟我真的是这样的哟。你的东西没差别，那就别人看心情，心情好就给你这业务，心情不好就不给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心情就是看谁陪我喝的高兴。其实你出一个产品成功的时候呢，也不太好意思说自己就是尖端生产内容生产商，你可能蒙上了呢。你要持续每年都有这样的内容生产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公司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不认为我自己有天才的理念和天才的创意，以至于我觉得我做的某一件事一定成功，我只是在我的运气和能力范围之内不断的实验而已。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跑的有问题，我现在没有非常准确的描述，所以有马老师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现在的情况属于瘾大活不行。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我懂哈，你要现在解释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就属于我们干劲儿十足，但实际上我们的方向是迷茫的。我想说的是，我们这家公司是不是在某些意义上不要犯人家犯过的错误？我们现在也是什么都行，但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我们会不会就是说，由于太爽了，觉得自己做什么都能行，以至于我们匮乏了对方向的把握？我们不可能只把产品卖给爱我们的人。嗯，我们能持续生产多久的内容？或者说，我们所拥有的货，撑得住在公众面前这样不停的售卖吗？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内容创业者的苦恼。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老师小时候没有那么好的学习条件。我看哈云在玩手机。有很多同学以为我们这堂课高考不考他就掉以轻心，他上课就不好好听。你现在跟老师学好了 KY， 你以后进了社会不怕没有人打你，是不是？要举例吗？去面试什么？你们觉得？那举一些例子，都是看需要就面试。对，我开始说题的时候，你再退出去。好，好吧。来吧。预备，开始。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马上就要到教师节了，我们祝送你来啊！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我是一个短视频 MCN 机构的创始人。求求芳芳，那个叫什么？他那个写了一长串贼专业。但总而言之 PapiTube 是一个 MCN 机构。我希望他是一个中国第一的 MCN 机构。2016年吧，我们开始招人了。从我们一开始可能二三十个人，到现在有将近100个人吧。等人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到位之后，
创业者的这个感觉开始越来越强烈了。那个时候我相对比较封闭，属于来公司开会开的不像现在那么勤。我说做内容我自己可以做，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去阐述我是怎么想做内容的。到后来是逼着自己多去跟他们交流。我昨天遇到了一个问题，他都不太好。那我看看。删掉。你以后不要用你的这个，就你不要带你私人的情绪去回答这种问题。唐唐去解决一下现在。我已经他那边已经在删了，我等会儿我看一下。对外的所有东西必须得非常清晰，我们这口吻什么都得一致，要不然这事儿干不了。你们是不是以为芳芳发在群里所有东西都是给我单独看？那他为什么不单独发给我？没人都看。这样以后这样，要是你给出来，我们就没人看。以后方案、策划什么的，尤其是芳芳发的和我发的，都要看。好好反省啊！我很生气的这个事情。创业倒不是，倒不能说是被逼着创业，但是创业之后的很多事情确实是被逼的。但是有很多小时候学乐器的都是被父母打出来的，或者是被父母骂出来的。但有时候真的是需要他们稍微骂一骂你，稍微打一打你，你才能逼着自己去往前走。有请啪啪啪酱。他们是否能在这个过程中又从内容制作者同时又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创始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有一点是，大多数的有文艺底蕴的人，他们创业最终都会碰到一层无形的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呢，有可能是自己的比如说不够全面，过于懒散，就会死在路上。但是这个成功率的小，其实跟任何一个细分行业里面最终做出来的成功者的比较来说，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比较外貌协会的一个人，三次创业都是做跟女生变漂亮相关的，可能是自己内心潜意识里面就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向。疼的时候您深呼吸啊，深呼吸怎么调整？还好吗？肯定会疼的啊。表现很棒。挺棒的啊。对。好像年轻几岁。挺明显的，这块全上去了。看偶像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赏心悦目，一群人感觉都是又优秀又漂亮，现实生活为什么不能是这样？我们接触到好多小女孩，她的话语很实在，就是说我没想变得多漂亮，我只是想变成普通女孩一样，因为她觉得我原来连普通女孩都不如。而且她们也说，你变漂亮了就一切东西都不用努力了吗？哪有那么简单啊，因为现在漂亮又努力的人大把在。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人让我是觉得说，他们应该被更多的人能正确的看到，能正确的认知到。我觉得现在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是不太公平的。我当时做手术做了7个小时，先把肋骨取出来，然后雕刻好了再放鼻子里面去，多可怕，开胸腔呢。我觉得自己比起之前美多了，你们看见我之前长什么样吗？好想给你们看一下，但是你们会不会就不想拍我了？好看吗？这是我之前的样子，是不是很惊讶？还有我这个脸，
人工美比不上自然美，但是一定强过自然丑，这是我的想法。虽然整容在中国现在越来越普及，但是在整个社会大众的语境里面，整容还是一个贬义词。那一些人的逻辑是说，因为你整容了，所以呢，你享受到便利了，你走捷径了。可是大家要想一想啊，那些整容的人，他也花了钱了，他也挨了刀了，他也担惊受怕了，所以他得到这些好处，不是他应得的吗？只有在每个人颜值都很高的时候，其实颜值才不会成为一个阻碍大家的一个表面肤浅的一个东西，让天下没有难看的人，这是我们的使命。等会我们会从底下升上来吗？不是升，跑出来，跑跑出来，然后就两边直接上来了。靠，我这才紧。我看看，你那个太紧了吧？是啊。你那不行，那太紧了。掌声有请 BOSS 天团亮相。大家好，我说两句。好，非常开心和大家在一起。24岁，进了互联网，这做了这个产品经理，2014年5月8日上市的。那年36岁，哦，说错了，没有到36岁，也是36，我36，2014年，还是个本命年。以前猎豹增长太快了，在成立以后的5年，应该每年都是100%多的增长，去年只有25%的增长，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那套工具加广告的策略嘛，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上市公司嘛，你现在增长一低，直接体现在股价上，那再跌这个公司就没了嘛，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你说我们第四季度是多少？150万美金是吧？的盈利。那到 Q1 呢？由于是淡季，我们大概会回到100万美金，是吧？然后 Q2 呢？好，又做得好一点，100多万。到明年 Q4 呢？好，200万美金。当然了，盈利总比亏损好，但是亏是亏个几百万，赢个几百万，对吧？大家时间人全耗在上面，只有新的事情上，新的边缘地区才有可能找到机会，这是大规则，是肯定没错的。我们对于未来的话，就是包括新的方向，包括真正你说大的方向，就是有爆破方向，没想到，这是实话。你对这个时代适应的越好，就有可能是下一个时代最大的失败者。因为时代和时代之间的变化就是这样。在20年前的鄙视链是什么呢？是你说你是做互联网的，对吧？大家就一脸的鄙视，它泡沫经济。好，今天的鄙视链是什么呢？一个做传统行业来说，我是做零售的，互联网的人就一脸鄙视，对吧？传统的移动互联网，对吧？还是新兴的线下经济，对吧？或者是这个最时髦的 AI 技术。其实我们觉得真的要去客观的去理解，就是什么叫创新，用户为什么会用转型，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一个挑战。你没有方向感的时候是最可怕的，你不知道做什么好，你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到底是持续的叫做 focus 坚持好，还是早死早超生早清机会好，这里面没有定论的。所以我想我要再做一件事情，就得是自己的积累最有效，符合下一个产业环境，然后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所以就讲了机器人这个行业。
looking for potential partners in the area of AI and robotics. 我有个 meeting 啊，对对对，他是我们的销售，和他的老板，我是你啊？对对对对啊，就你啊？对啊。What's the memory? 32 gigabytes. We need more robots in the future since there's a declining population and also there's higher salaries for people who are working. 机器人一定会是个很大的行业，就是说 AI 带来的就是机器人真正有 perception 这种感知了，就在之前只是自动化的机器。Do you think AI winds up being good for people? I don't know. And I think just like a machine. Yeah. If you don't have a car, you don't have a machine. Yeah. Then you hunt every day. 大家提起机器人都觉得很好，但是每个人脑子里机器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如果能够去定义一款产品，这产品就你想是这样，哎，它就真的是这样。还有很多人用，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梦想。去年呢，我们做了7000万的收入，今年大概是1.5亿到2亿之间，会实现1到1.5亿的一个营收，明年是3到5亿这样一个营收规模。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50多个国家，300个机场可以提供华人的接种机构。整个上半年我们干了100亿的这个流水，5000万的收入。这个说出来非常好的，里面特别是几个亿的收入，什么有利润的，尽量呢要再多提一下。嗯，好，谢谢。好，谢谢，非常好。是的，符合上电商平台的意愿。我没有想到5年的时间能够让中国的这个这种，天使啊，什么 pre angel 对吧？什么 VC 啊，什么 pre A 啊，整个这个资金链、资金圈啊，变得如此的繁荣，变得如此的这个丰富，这就是中国创业者的可以说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今天中国的这个创业的氛围啊，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是你会发现在中国做一切事情，整个现在这个大时代，就像拧了快进、按了快进键一样，速度非常快。因为一个订单不是一个人，你现在是550乘1000，就现在我觉得就是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在人的这种培训、人的这个转化效率上。创业是对一次机会的捕捉，大家都看到这个机会都去捕捉，所以就是要快。那现在为什么变成钱少了这么快呢？这几个月的时间都很紧张了，就是。创业你要获得这种超额收益和回报，你必须去做那个最头部的公司，就这是没得选的。你能做的努力就是舍命狂奔。我们是努力的去探索一个产品的方式来让公司异军突起。互联网好工作值得拉过网，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口碑效应。大部分的公司死了就2个原因，第一个跑得不够快，第二个跑得快的过程里面掉链子。行业风口很重要，没有机会行业再好人也没用。风向啊变得非常的快，简单的说我要去追着风向跑，那你永远其实是被风向落在了后面。那有人愿意追风口，有人容易愿意追这个自己更喜欢做的事情，那它成为一个选项，非常非常的正常。中国人就是喜欢你有什么样的风口，他会扎堆创业。如果你在3到6个月都做不到这个行业的 top 的话，那你这个项目就很难去坚持下去了。哎，我来吧。东西都带了啊，电费有多掏吗？又花了212块多。电费怎么那么贵？1.2块，它这是商用电。那1.2块，咱能用260度电吗？1.2块，咱就是多用100，多用了180度电差不多。那怎么能多用那么多呢？你想空调就周六日开啊？怎么可能每天晚上开啊？每天晚上开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差不多1-2度电。你是不是热水器之前都不拔的？热水器没有多少，因为它是从热水开始烧，如果拔了的话，它是从凉水开始烧，所以都差不多。不，它会一直烧。
你地砖也没恢复。这个卫生，这个地砖没给弄呢。那这个也没整好啊。对啊，就是从上周开始还是那一样。哎，刘哥，我问一下，就是15号楼1701这什么时候给恢复啊？一会儿就来是吧？行行行，主要是您说上周就开始恢复，我们现在没地儿住了，只能回来了。低谷的事情，这其实就是上个月在遇到的事情，就是。不管我怎么着，我都拓展不来新的这种餐厅客户。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视频版的一个大众点评，就是看你有没有想法也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不管怎么着，哪怕你免费给别人拍，都没有别人请你来拍这种。你什么情况？我免费的呀。那免费的你们不需要吗？我每天问我自己，这什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之前产品是视频，嗯，是帮着去推广，嗯，但是他这个产品，嗯，别人是不认可的，所以他没有给你那么多钱。现在的这个商品是可以被售卖的，它的质量是 OK 的，嗯，它的价格有可能需要往下面再去压一压，嗯，但是前提是要有一个业务员一直在外面去跑，嗯。一个销售，我们招了两个周，嗯，没有一个合适的，没有一个合适，所以我想要不然我们就放低要求，嗯，先招一个，然后让他先跑一个试试。不是销售是一方面，但是销售它是销售什么？是我们产品，关键是我们产品的形式没有定，你怎么让他去讲？别说那些什么互联网餐饮，我们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小型的公关公司，嗯，可能比一点小。我们现在缺什么？一点缺什么？我们缺什么？一点有4个销售，就北京城跑，我们有吗？嗯，那我们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服务是我们三个人的能力，我们能力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要卖的东西。我从今天坐在这里说白，今天这个会我觉得开特别没有意义，原因是就是一直我说的话没有被听到。先散会吧，我想一想。有一个阶段你会坚信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干的，然后有另外一个阶段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我做的都是什么呀？嗨，大家好啊，我是拥有全星球最温暖声音的小豹。看一看每个角落，应该是他自己在动吧。哎，这为什么撞脚了？我现在知道了。刚为什么撞脚了？哦，对了，别吓我了，这下我不能坐在这儿是吗？对，你再稍微离远点。就除非明天我们再，就这个风险，老板你一定要先提前知道。就是他什么？就因为我们没有备份啊，要坏呢肯定就彻底坏了，就会出一些人眼可见的就是故障，这是最差的情况，然后没有办法补救。但是呢，实际上问题不大。机会有多大吧？在以前我做猎豹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的去帮他们做决定。啊，但今天在机器人这个，你不能帮他们做决定，因为你知道。神经模型有哪一类，你没办法拍板，所以这种困难你得自己去消化掉。那你跟团队说，团队崩溃了；然后跟家人说，家人说别那么累嘛，干嘛要去创业？对吧？你跟投资人说，投资人跑了。对自己的这个思考的压迫，到了我自己都没想到过的地步。当我说的字数比较多的时候，左边这个就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这样分。那你现在这个结果怎么可能出现呢？就是这样的。你当然是瞎摆的了。你在这儿只在此山中，怎么可能在此山中又跳着选？肯定是瞎摆的吗？就是
这有个字。给我看懂都做不到，天天跟你们开会的同行。喂。那不就跟你们说过的事儿吗？他们肯定极具负能量嘛，常年受剥削压迫。我本来要把所有高管都做了，他们谎称说他们的手下对他们没那么大怨气。哎，看看直接就鼻头。哎呀，激动了，分寸不好。眉心，我过去还以为企业家自杀都是因为由奢入俭难自杀，其实发现原因很多。我们走着走着就发现公司有几百人，然后本来想的都是光棍倒闭就倒闭，后来发现这五百个人后边其实很多都是结婚生孩子了，是其实是个五百个家庭。如果真倒闭了，我有没有脸去把这一百人叫过来告诉说对不起，当时虽然忽悠你没去腾讯，没去什么阿里，来了我这儿，但是呢我们确实要倒闭了，对不住了，这话就觉得很难。那个时候是想过自杀的。对，一旦走上这一条船，焦虑应该是伴随终生的，除非你退休。我跟罗永浩有两年前吧，有一次也是在他最低谷的时候，那我们还在聊天吃烧烤，我说你怎么能承受这样子的压力，我作为一个腥风血雨是商场里面看到很多我都承受不了。他跟我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脱敏之后的麻木的意思不是说完全无感了，是说没那么疼了。就好像我们 B 轮融资融不到的时候，我是天天失眠的，但是到了2016年快出事那次，就我们都能睡得着觉。强度是一样的嘛，所谓这个强度就是随时发不出工资，随时倒闭，随时被债主围楼。就这东西折磨你久了以后，你也就每一次同样强度的来，每一次你都觉得就那么回事了。创业是一个比较高成本的事情，就不管你是不是有方向感，不管你是不是参加过工作再来创业，创业都是一个概率极低的事情。创业就是赛跑，天天都有狼追着虎赶着，你一停人家就超过你了，你就完蛋了，所以是放不下来的。公司越大，你的这个靶就越大，然后瞄准你的枪就越多。竞争者组织起来，有组织的搞你，对，此起彼伏。可能在外人看来我们发展得很顺利，但我内心总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具体是什么事儿让我这么焦虑，可能我也说不出来。那你就是睡不着。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一个状态，说这个状态能让你很舒服，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挑战什么，其实可能我会更焦虑。是腾讯一个人跟我形容说，马化腾经常是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之中来回跳跃。我第一次听这个说的反说，我都觉得怎么会呀、啊？后来慢慢能理解，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比所有人都镇静，当然都很乐观的时候，你又会特别焦虑，所以来回这种状态的压迫，让自己不断去反思。创业犹如一个飞行员，在一边飞的过程当中，一边要给自己设计图纸，要这个制造新飞机，你还要把它组装起来，而且弄不好你真有可能老飞机新飞机没装好，老飞机就已经坠毁了。当然这个时候你能不焦虑吗？对吧？但是不要忘记，对吧，这个时代的偶像英雄以及最风光的人是谁？还是创业者。今天的时间表，3:50你的演讲是第一个，5:30在 VIP 3接待重要嘉宾，6:20颁小女孩的奖。对，因为公司整体的营收状况还不错，所以融了一点小钱，后面还有一些资金会陆陆续续的进来。
恭喜四位美丽的女孩，领取你们的殊荣。我不知道他们的美和天然美有什么区别，但我知道后天美一定胜过天然丑。我今年年近四十。哇，天哪，这就是一美所为我带来的一种魅力所在。哎，我也年近四十，为什么没有人夸奖我？哇，你好帅！你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做的太成功了。你是在哪儿做的？但是也是多亏了新氧了，我当时是新氧一点什么多了。哦，您这个西装比上我那个西装帅多了。真的吗？真的帅，这个西装特别性感。今天在台上特别帅。都很贵啊。哈哈哈哈哈。对对对。是那个合肥的一家医疗美容机构。啊，今年正好是你们重点扶持呢，所以很感谢你们对我们。是的，是的，可以一下啊。好呀，好呀，好呀。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医。我们以前也不是做整形医院的，我们是互联网的这个成员。我们一开始进到这个领域里，人家都认为你是外行，你不懂。但是五年了，今天终于可能大家用这种形式，他们自己感觉说可能就是跟你合个影啊，你做的不错，我能跟你合个影怎么样？但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其实是行业对我们的一个认可，对我们的接纳。呀，爸爸回来啦！这箱子啊，嗯，奶奶。哟，是你的尾巴，哎呦，热死我了！穿这套穿了一整天啊，来抱抱抱抱，嗯，抱抱抱抱。我不要。你跟爸爸玩一会儿，外婆跟外婆下班了。我不要，我不要。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玩啊？爸爸玩，你说爸爸辛苦了，你跟爸爸玩，爸爸累一天了，你跟爸爸。你为什么不跟爸爸玩？爸爸不要，辛苦不辛苦？给你打个下手呗，我那菜都弄完了。啊，西红柿不用帮你切。西红柿呢？那要吃西红柿得剥皮，你知道吗？啊，那很烫，烫烫烫的水。还行啊。我那会儿刚跟他好的时候，我就问过他，我说你睡觉打不打呼噜？然后结果他跟我说，你放心吧，我不是困就困极了，我不是累急眼了，我是绝对不会打呼噜的，你就放心啊。然后我们俩就好了之后，我就发现他没有一天是不累急眼的。每天都累急眼，我每天都睡不好。他手里拿着冰淇淋啊，他也要拿着冰淇淋呀。好嘞，那是猪爸爸还是猪爷爷？这个是猪爸爸。我那会儿就快要生了，就差几天可能就已经到预产期了。然后他就特别晚，有一天回来，然后我就已经睡了，然后我看了他一眼，然后我特别没底气的问了他一句，我说。我生孩子那天你会在吧？你应该会在吧？就是他就还在连续的加班加班加班，就每一年都比每一年忙，好像有孩子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哎，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创业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万一有一天你自己的家人真的发生了一些意外，你是需要大量的钱。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小镇青年，可能真正能去积累到这样的，能让你的家人足够安全，足够生活的足够舒服，你可能真的只有创业这么一条路，反而你会觉得说你需要更拼的去创业。对，我从来不认为父母对孩子有多大的恩惠，有时候我看到孩子，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这么残酷，把他带过来，对吧？对他的这个。教育里面我花的时间不够多，也是我比较愧疚他的。很多人也的确都很重视家庭，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整个工作的成就感也是不可或缺的。嗯，我觉得这两者，今天真的必须很诚实的说，很难说哪一者就更强一些。比如说这六年，我老婆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礼拜也就吃一顿饭、两顿饭这样。有时候忙是不回家，但是回家的时候也没有。比如说我半夜两三点回，他已经睡了，九点钟起来，他已经吃过早饭了。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话，就直接上班。上班以后完回家，他又已经睡了。我以前说过我老婆，我做什么都支持。他们可能以为我找了一个傻老婆，其实不是这样。对，就是说这姑娘长得很漂亮，但是只要她傻，我没法交流，基本上我就喜欢不起来，再漂亮都没用。所以我就老觉得为这个事儿还挺骄傲，就是说你看我们读书人就是不一样，就是精神追求比这个肉体上的追求要高级很多。有一次我当着我老婆面夸她，就有点受不了了。她说其实这个从基因这个叫什么
进化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他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所以他说你为什么喜欢那些聪明的高智商的姑娘，他说就是因为缺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被恶心坏了，我说如果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话，我说你跟我在一块是为啥呢？然后他说他们娘家一直都很瘦，这可能不是特别健康，因为稍稍有点肉比完全这个特别瘦要健康一些，所以他在家里基本常年是损我的。但是这么高的智商的一个人，又不是我的粉丝，是我的偶像，但他经常英明地指出说你想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好，所以我基本就看这件事有没有兴趣。对，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因为我见过太多的人创业就是为了把事业做成或者是赚钱，但是我做这个事业真的绝大多数时候做的都是就是说我感到幸福，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幸福感的事情。那老罗其实那个时候帮人家做的那个项目叫什么呢？陶人网。然后呢，我们当时就跟他聊这个业务呢，就越聊越不靠谱。我说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最喜欢做的？他说不是啊，他说这是因为别人找了我。对，我说那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做起来更加没意思了。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他说我其实最想做的就是做电子产品。我说例如呢？他说做手机。我说那你干嘛不做手机呢？他说我没钱。那确实也是没钱，对，那个东西耗钱多。我就跟他说那确实也是啊。我说那需要多少钱呢？我们来复盘这个做手机怎么样子的。就是但聊这个我就发现他变了一个人啊，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聊的这个那唾沫星子喷我脸上，就是各种眉飞色舞啊，怎么怎么着的。对，就人为什么热爱机器，我记得看过类似的东西，但是基本原理我已经忘了。真正对这些工具类的东西喜欢和着迷是看到那些电子产品以后吧，第一次看到录音机，第一次看到录像机，第一次看到电视，然后后来比较震撼的就是随身听，因为你发现你走在马路上，前后左右还是这个平庸的世界，但突然你耳朵里就别人都听不到，只有你自己能听到的音乐。我今年46了吧，每次碰到这种新的还会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觉。对，我自己也希望能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对，过去的6个月我们卖了100万部手机，对我们一个相声演员创立的科技公司来讲非常了不起了。手机不赚钱就是交个朋友，大家都知道创业公司由于人手的限制，由于经费的限制，由于资源的限制，想把这些东西做得像大企业一样是比较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吧？所以今年能不能盈利呢？我觉得就看今天了。就看今天的了。借钱、卖房子、默默直播，每一分钱他掉头来眼睛都不眨就投到公司里。我对这种人就是我做不到你做到，你牛逼，我很佩服你。比如说我要自己赚钱，我做脱口秀比这个轻松吗？我喜不喜欢做饭，一年录30期，我剩下就度假去了，这没问题。有人说是面子，说好胜，以前呢都挺顺，跟谁打架都赢，现在做手机呢没赢，然后呢要面子，要面子，我支撑一天两天行，我怎么跟支撑6年为面子呢？谁那么爱面子？不可能的。所以还是喜欢，要不然做不下去。来来来来来，各位，我们开始了，开始。哎呀。其实去年一年前的时候 ，OPPO 的用户体验是最好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智能锁，对吧？然后 APP 也没怎么人用，但是呢，这个车好骑啊。现在来看，摩拜是全行业第一的，对吧 ？BlueGogo 第二，咱们现在第三。这是从用户的这种净推荐指数上来看，那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体验就是落后的。我们要首先要认清楚这个事实。
我们车辆原因引起的事故呢，一共有984起，刹车有问题的是占47.8%，车把有问题的占14.2%，脚蹬有问题的这个占11.7%。很多同事，我相信今天是第一次知道，对吧？产品决定公司成败，产品决定公司生死，都不是成败，生死问题。我们要就真的是往前走一大步，就是可能是比如说2018年，就明年的10月份，我们去发布一个让世人震惊的最好的那么一个产品。这屋子里，我觉得就是决定着公司未来这个，那对吧？说严重一点，能不能活下去最重要的这个一群人。希望大家这个拥抱变化。那这次组织架构做了一点调整，但我相信，一定是我要让大家发挥出更大的才华，然后来带领公司前进的这么一个调整。共享单车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OFO 跟摩拜在全球范围内短兵相接。仅仅摩拜和 OFO 两家的融资总额已经超过了33亿美元，现在还有最后一站。谁都希望呢自己成为真正的独角兽，最后呢统一市场。一个人的奋斗的狂热，必须要和市场规律、经济规律结合起来。所以假如所有的人都觉得要合并或者不能合并啊，那么 CEO 是需要权衡的，并不是说坚持对吧，那还得有智慧的坚持。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在于坚持，而在于选择，对不对？他现在连30岁都不到，那过去他已经过了好几个这样的坎，所以今天他们要干什么，从他们的逻辑来说，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对的事情，哪怕损伤我们的利益一点点，我们也会支持。OFO 爆出资金链断裂的不裂传闻，市场对其信心再一次跌入冰点。OFO 已经半年多没有大额资金注入，来自阿里的10亿美元融资迟迟不能敲定，陷入了生死困局。传出3名美国高管离职， OFO 账面可动用现金不足6亿元，仅能继续运营1个月。OFO 股权进一步降，强势股东集中，创始团队不太可能再支配着这家公司了。创业之路是充满了失望，是充满了绝望，满路都是创业失败的白骨。一个什么概率啊？3年以上，93%的创业公司都会失败，只有7%的公司能生存下来。啊，那更不用说生存下来之后再做大做强，非常不容易。车，你有上坡有下坡吗？创业也是吗？是的。你上坡的时候你很艰难，然后，但你发现你一直在进步。对。我至少想过10次，我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是我还是没有停。我在安慰自己说，哎，我再骑10分钟，我一定要让自己休息一下，再骑2公里，再骑2公里，然后叫2公里说，哎，要不然再骑5分钟吧。哎，对，然后这个哎，你发现到了一个真正的休息点补给站。没错的。但我觉得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就是太 easy 了。1、2、3，共享单车是我们的第6个关于自行车的创业方向。我们前面就5次都倒下了，然后公司一度是真的是破产，啊，真的是没钱，几百块钱。
但我们居然有那个决心和勇气去找投资人借了100万，我们自己抵押担保，其实啥也没有，但是就是我就说这个我以后无论如何我会还，我们就是要干这个事儿。我们那个域名注册是在2014年2月14号，OPPO 的域名注册。对，在青海大通县的一个小园林路的一个小，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上那个爬了4层，闯了好久。对。然后那天早上注册域名那天早上，我起来给薛顶煮的方便面。然后我给他煮了一碗。一袋，然后我觉得太香了，后来我自己煮了2袋，只剩一个域名就是.so， 对，因为查是索马里，索马里，当时没查嘛，当时觉得搜，哎，挺快的，当时是骑车嘛，对，搜的一下。这是我们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一个事业，虽然会有这种焦虑啊、痛苦啊、波动啊、挫折啊，但是。我们就相信一定都有解法，那你拉在很长的时间维度上看的话，那眼前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风在前，无惧；雨在前，无惧；有我在，无惧；有你在，无惧。好，一二三，无惧。哎呀，好，加油，继续干，继续干。3年以后再回来。是吧，这个可能每年都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是的，共享可乐，共享经济领域的另一个机会，还有电梯，共享电梯不，这是我新的 idea 啊，就是说现在电梯不是排队吗，你们大家不张总好，张总哦，传统哦，我们找个地方聊去。现在做什么？现在做美食。美食哪方面？我们是做美食短视频，嗯，然后帮助一些商家进行美食的一些推广，就是拍成短视频。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去联合一些企业端的这样客户。你帮他们拍宣传片的时候收费吗？我们给他收费的。收费的，对。大概多少钱？我们一支片子差不多5000到8000。为什么要通过你呢？我们是把一些精选的餐厅，它是有一个餐标一个要求的。嗯，对，不是说所有的餐厅像这个。Okay, 做了多久这项目？我们从3月份开始做。啊，数据，现在数据呢？现在数据就是拓展了17家餐厅。啊，拍了多少个视频？20多个。3月份到现在。对。啊哈，然后有收入吗？有收入，就通过是拍摄视频。拍视频和这个推联名卡。推联名卡怎么收入？就是我们卖一张卡是99嘛。然后99块，他们能做什么事情？他可以一个月吃4次，或者是我一天吃四个餐，商家都可以。就是我们谈过这些商家都可以。OK， 你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不知道您对于这种餐厅共享的这种概念，就我没有理解在哪里来的共享呢？你帮我拍了一个餐厅的介绍片，嗯，3-5个菜。然后也收了我的钱，不代表你能去杠杆很多的弊端变成你的客户，嗯，那这没有这个量，餐厅也就把你当成一个，你是给我拍视频的，拍完你就走人，这个两者之间互动的这个逻辑完全不成立，好吧，好 ，OK， 好，那你找我，没事，我觉得他否定我没有问题，那是否定我的项目，但并没有否定我这个人，并不是说我这个人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创业者，如果自己的想法都不能够去坚持的话，或者是你的这种就是所谓你一直在讲的这种创业的生活态度没有去坚持下去的话，我觉得都违背了自己初衷。嗯，你一直很确信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到现在大佬去质疑你的时候，然后你就不相信自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创业真正的创业者的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普遍问题就是
创业者遐想出来的市场，然后呢没有任何的依据，同时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给想清楚，包括自己包括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的莽撞创业，就这件事情能起来按照他的模式走，我他妈的完全不相信。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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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许叫，不许叫，闭嘴！揍你啊！进去。易经的这一块。有时候就是中国人讲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吧，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是有命里边的一些运数在里边，就是你创业或者是做一个项目，可能你这个人一开始就是被规划成这样的一个路线。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创业它是一个无底洞，是没有底的，没钱就没有底气，你没有想法，你每天考虑的是自己生计的问题。过来，走啊，知道吧？是这样子，就是我考虑，如果我去做一个这种美食大师，或是一个企业主、老板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为切入点，嗯，他其实不需要太多人，两个摄像，一个策划。我在互联网行业的时候，那些做 VR 的老板，哪个人每个月不被采访过？我很看衰这件事情，除非他能给我拿到一些即时利益。我们现在正阵容再去我们之前做那事情，第一没有竞争力，第二我们钱太少了。我做那个事情完全是在浪费时间。你记好你的一和二啊，纯东，你记好你的一和二。一，我们没有竞争力；二，我们的钱太少了。你现在做的这件新的事儿，依旧是这两个问题。你看到的所有都是表层的，都是浮在面上的。嗯，我们之前没有去沉下来，嗯，是没有去沉下来去潜到最深的那个地方。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创业？要赚钱啊。赚钱是一方面，你也可以去一家其他的公司，你也可以赚到钱。嗯，那为什么要创业？要选择创业一条道路上，最起码从我身上来讲，嗯。第一，嗯，就是我有一个想法，嗯，有一个梦想，我觉得，嗯，通过我的能力，跟我的努力，我可以去达到，就是，对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对的。我们在某一份薪水，在某一份差事，我们就要对得起你付给我的钱，嗯，这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理想。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别说平凡，很伟大的。我再跟你讲，就是我为什么要坚定来做这件事情，嗯，是因为第一，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嗯，第二，嗯，它。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团队看运气了，被不被人接受，能不能火，就这样。你再点一下，能看了。我第一次创业的那个公司，当时也拿到了一笔100万的那个天使的一个资金，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赶快招人呐，然后开发呀，做业务什么的。那时候你就完全没有危机感，那时候都很开心，很乐观。但是过了一年之后呢，你账上的资金可能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然后你出去融资，一去融资你就立刻被打了一个巨大的耳光，就你会发现。你去给人家讲，人家根本不当你是回事儿。当你看到整个公司账上的最后一点钱，就剩可能几万块钱的时候，你知道他只够你这一次发工资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说，
就是这个时候了。像所以说我们做的还很传统，传统到我们就是一个针对于餐饮的这样的一个营销公司。那我们只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总结出来，去拍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套路。我们大家都还年轻嘛，都还有很多想法，我们想在这相同的时间里边去做，可能会有更大机会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决定这件事情就先停下来。就算今天的这个项目不成，对我们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永远，明天永远会有新的新闻，你和我明天走出去还会有新的工作，学到的东西是有用的，但是个人的迷惑也是真的。我们并不是说离开这个公司以后我们以后没有交集了，我们也许说他在磨了几年，我在磨了几年，我们又坐在一起了，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说干就干的。哎呦，你别哭。我没哭，只是眼睛不太舒服。其实哭也没事，哭也可以。就是失败嘛，我们失败又不是说你，咱们都起不来了，对吧？我扶着你推吧。走。没事，我是。这油是谁的？不知道。应该是老板的吧？油你拿走吧。我拿走没有用啊，你家不做饭。看人多不多，多就先下去。嗯，好，再见。我去，这估计还等会儿。我说你就放在这上面。创业失败这很多，他们那种追求更高成功的那种这个冲动，其实比普通人可能更加强烈，更加煎熬他那种。我不觉得创业是唯一的点。三教九流有那么多的职业呢，你在任何一件事情上把它做到极致，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顶尖，这个社会对你的认知不仅就越来越好吗？你不就也去提升吗？人是一个社会人，你不能说我无所谓，我所有的东西都压上去，对，你不是你自己的，对，你有很多身份构成的，你可能是一个丈夫，你可能是一个男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儿子。我是绝对不建议什么把个人的所有的信用啊什么东西全压在一个创业项目上。我觉得创业不是生活的全部来。就我收拾起东西来可以收拾一天，但是我不收拾起来可以不收拾一辈子。说真的，我挣了钱不会在北京买房。首先我没有挣到可以在北京买个房跟玩一样的程度，然后其次我觉得我应该，我的性格应该不会买房。我又不婚，我他妈还丁克，我房子留给谁？潇潇啊。我不觉得每个创业者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活着。我们几个都不是那种能苦熬十年然后一朝上市然后觉得哐哐怎么样的，我们都不是这种性格。我是那种有钱现在就得花的人。
我会老，我不知道我未来会发生什么问题，我可能会重病，我家人也有可能会重病，甚至我家人就已经有重病的了。然后生活中有不可预期的风险，我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能用钱摆平，但是有钱的确比没钱好。至于大家说什么购房自由啊，这个购车自由啊，你的欲望如果到那儿的话，你永远都不自由。我刚才跟我同学打过招呼了，我说纪录片的人在屋子里面有点吓人，你们不要害怕。哎呦，哎呦，这么多人啊，好紧张呀、啊！侬为啥开关女啊？哥们，这么多人啊，好紧张啊！哎，是侬买单吧？啊，是侬买单啊？这里是买单的座位。哎呦喂，我这个我眼睛有点肿最近。侬现在就是有啥新方向了？哎呦，弄下米色。你那时候还是写日记还是什么？你有写到过一个说，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红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真的吗？是吗？是不是、啊？没有吧？你是 New Balance 的广告记差了吧？啊！但是我见每次见你之前，我都要有个心理建设，我真的都要心理建设。我在想，蕾蕾会不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坐下来以后，我一看到你一个门一推进来的，哎呦，侬来啦！那个时候就觉得完全没有了，因为。有很多人成名都很早，都是十八九啊什么的，他会有一个另外一个他的人生道路，他就会一直是一个名人的人生道路。但我是就是，也不说苦日子吧，就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过了二十八年，就我的所有的东西，我的这个社交圈也好，我的三观也好，我的等等的，就全都已经固定了。这还是在以前那个房间只有。总共只有大概十几平吧，十二三平的样子。这个是在走廊，就是厨房到里屋的一个过道，我们搭了一个餐桌作为餐厅。就怎么说呢，就反正不是大富大贵的人家吧。确实是有很多人就是以为我现在非常的有钱，好几亿，买了我跟玩儿似的。就没有那么有钱。我曾经啊，真的是想买一个包，真的非常想有一个包。然后老胡真的很好，就我跟老胡真的没有什么钱，但老胡依然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包的话，那咱们就存钱给你买一个。然后后来一直没有买，就直到我开始自己赚钱。然后，但第一个包还是老胡给我买的。买完包之后，那个高兴嘛，我有包了，我从此是一个有包的都市丽人了。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吧，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确实是不重要。但对财富，你肯定还是要有追求的嘛。我好歹先把这个房子换了吧，先给我妈，因为你们刚才上来也知道这个房子是要爬六层楼才能上来。我妈今年六十了，就她这样，我妈今年六十，明年六十，明年六十，你说我妈这个腿脚爬六层楼她还能爬多长时间。我以前经常就是站在这里就看我们家外面的这个高楼，然后就是会想象，哎，你说住在这种高楼里面是什么感觉？说哇，这个小区里面还有马路哎！哎，那个房子真的好好啊，我好想住进去。从人的欲望来说，很多人上市就是财富得到满足，要买个好车，要买个房子，要给爸妈买东西花，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等到上市以后，你欲望里面最大一块突然就满了，你会发现你会空缺出一大块，你才发现原来上市是一次再造。特别好。对对对，今天哪有？还有专门上火锅的。生鱼
头来一个，这个鱼头炖了可好吃了。大螃蟹。行吧，我不要怎么搞。我知道我会搞，煮熟了就行了。啊，行。哎呀，这个我老干的，来。这样取一下可以了吗？刀呢？最好啊。我来。你要怎么搞它吧？快说。很容易的啦。我靠，你就直接切啊！哇哇，可以的，够痛。你确定他这样会死吗？你未必非要因为这个社会认为的大目标去改变你自己内心那些内在的东西，你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和生活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跟朋友吃个火锅，聊个天，打打飞发，我也很快乐了。好，那个下体非常漂亮。自己跟自己解说，好。小伙子装得尽快，哇，进了！欧耶，留给徐大力的时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那么有野心的人，我觉得做个机器人我自己都很喜欢，对吧？我孩子也可以很喜欢，因为那么多人喜欢，你说这个事情多么激动啊！如果不是拿这个来激励我，而是拿再挣多少钱，在那个我早就不工作了。生产万贯。那生产千万贯，那亿贯或怎么样？我更感兴趣的就说了，持续的卓越。那个上去的时候保持一下距离啊。投到好的公司，赚了更多的钱，更多的钱变成更多的筹码，影响更多优秀的创业者，伴随着他们一起成长。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话，我没看好，才搞成那样子。我靠！创业者，你跟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这种有信任的这种交流，好，第一番带来的这个快感。是无法描述，所以不要去苛求人们对金钱的渴望，也不要去挑剔有了钱之后人们的不同的生活态度。我觉得每一个人心灵深处都存在着一种火焰吧。我从那些一无所有的创业者，或者从那些屡战屡败的创业者，或者从那些春风得意的腰缠万贯的创业者里边，我看到是同样的光芒。还在河北嘞，差不多三点多吧。连了舒克，来我，反白两个人。对，到那儿吗？嗯。连房款不是咱这都不是乡下人的。北京住那一套房子不是这一间大。我吧。比如说啊，啥呀？真的能走出去，或者是就是不能说阶级吧，就是你想去脱离土地，然后考学是一个通路，然后考完学之后你要是工作呢，就是正常的工作在北京绝对是买不了房子的，因为家里边是支持不了的，尤其像北京那么贵的那个房价，你只能靠自己，这是唯一的一个通路。他连一顿粮食多少斤都不知道，他已经不适合农村生活了。他种地也不会，浇地也不会，他能回来干啥？只能一直往前冲。每一个走出去的都是都想落叶归根，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会坚定的回来，都会一直往上爬，越往上风景越好。来，小时候给表个态，等着衣锦还乡了，先把路修他十几条，把高铁送到咱们村里。
来，弄啥拿不住了，开人家工资你得别人你得给人家发呀，拿不拿住我的卡发去呗，我挣一年好好好他都都难了、一般创业上事我不跟他们俩讲，他都不敢说、我是不认识字儿，我也没文化，我也不会，还不懂呢，我也不懂个这啥道理。我都给他把起名字，我说不让他搞，他说我一年搞不成，我两年搞不成，我三年也搞不成，我十年还搞不成啊！他就这样说给我。哎，尤其是好说咱穷人家的小孩出去创业，既不得人家富二代，又是父母有张根基，打好了江山哈。我希望他这个感情事业都双丰收，真是。当父母了就好说不盘子成龙，好说啥的能差不多都妥了，我的要求真是不高。我说混个差不多都妥了就可以了。我要是认了这个命，那我索性不如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一些。然后我发现创业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把自己变得很强，我可以无孔不入，我可以心态做得很狠，我可以心变得很宽很大，我可以包容很多委屈。我想要去扭转像我这类人的不公平这样的一个局面。我觉得任何人都会离开自己创办的组织的，无非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往前走，任何事情都会过去的。想去的远方足够远的话，你只要往前走都在接近，只要往前走都是成功。那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OFO 及它所代表的背后的精神的延续，去服务这个更多的人，影响世界。我觉得这就好像爬山一样，创业的老司机呢，就是先不着急爬山，先围绕着这个山先转几圈，在爬之前已经把那个路线规划好。我哪怕一开始爬得慢，但是我一旦爬上了那个制高点，从上往下再去打你，你其实就会非常的被动。哎，好，我觉得你们加油才对。加油，老板。哦，好，谢谢。哦，谢谢。好。今年呢，上半年我们跟同类竞品的领先优势在逐步的扩大，给我们五年的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做到1000亿。我们牛不牛逼？牛逼。我们厉不厉害？厉害。值不值得喝一杯？很多投资人也好，包括我们行业里的人也好，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新氧是一家不错的公司，但是我相信他们内心的潜台词呢，新氧是一家小公司。我自己内心就心想说，我一定要把我做成一家非常强而且非常大的公司，我就想让你知道你是错的。我去我们当时拿着区区800万人民币启动这个事业的时候，在中关村的新中关大厦里，一帮屌丝启动这个事业的时候，理想还是始终都是非常远大的。这就是为什么一路被嘲笑，但是我们追求的总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究竟要给大家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重新定义下一个十年的个人电脑。就很多事儿很荒唐，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对，我看到别人在做事并且吹牛的时候，我充其量就是信或不信，我不会有任何热情或冲动去嘲笑他。他吹牛有什么嘲笑呢？他做事有什么嘲笑？总担心人家说你，让他说呗。只要你自己做的是对的，其实说你反而更给你增加这个势能。在去年的一年里面，这句话影响我最深：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正是这句话激励着我和猎豹，和所有这些奋斗者一起往前走。就我很喜欢那句话。不是那些安于一个非常安逸舒适的生活的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是那些冒险的人。不被嘲笑的梦想是不值得去实现的。我们大概十几个小伙伴在冷启动那个阶段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就没有人相信这个事儿。你聊一个人他给你这种反馈，你聊一个人他给你这种反馈，然后你就觉得我想做一件事是不是错的，然后后来又觉得总有人愿意相信，我要去找一些愿意相信这件事能做的人。当你是特别一介草民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小老百姓的时候，你如果有自己说出来都觉得不好意思的甚至异想天开的想法，我觉得你一定要祝福你自己。因为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发现说，你只要真的有，它基本上都会发生的。是2051，希望我自己能为这家公司打拼到2051，我们一起加油，耶、！就像取经一样，我觉得就是要吃苦磨难，他才能取到真经啊！只要扛过去，他就会变强。自己选择的路，那就不要赖别人，哪怕再痛苦，也要坚持下去。创业应该是一个你真正去热爱一件事情，你甚至应该有个梦想去做到一件事，而不是只是为了我当老板或者我去博得一个财富自由。谢谢。全世界有那么那么多的人，你绝对不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有人也喜欢。创业这件事必须是你喜欢的，你要不喜欢的，别人给你许再大的愿，你坚持不住，老子就豁出去了，跟你死磕。我只相信这个命运就掌握在我自己手里，我看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时代谁在说阶层固化，那你就没有活在中国，你知道吗？谁在说上升通道被堵住了，那你就是没有去创业，对吧？谁在埋怨这个时代说拼爹扯淡，你知道吧？我觉得创业带来的最伟大的东西啊，就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产品。那些走投无路人一无所有的人，对吧，来到北京住地下室，住在郊区违章建筑里面，那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孝子。在特别贫瘠的土壤上能生长出来的那些植物，它的生命力是更顽强，一旦给了你更肥沃的土壤，那你就会更加适宜的成长。如果不是这个时代的话，对，我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它是我们经历过的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时代。你看，像我们都是小城镇出来打拼的，那这个要没赶上这个创业的大时代是绝无可能的。那些占有了大量的资源优势和各种好条件的那些富裕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大部分都是不堪一击的。原因就是你腿子改变命运的冲动
远远强于富五代守住家业的冲动。很多中国的创业者把创业当成一场战争，对，而海外很多公司它只是当成一场竞赛。这就是中国，神奇每天都在发生。每年我都对很多美国创业者说，你们很幸运没有在一个同样的战场跟中国的创始人厮杀，如果是找到一个同样的这个厮杀点，你们会被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其毒取自于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这个公司创业以来第一次做小招，你们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见证者。没人知道我们去哪，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还年轻，他们老了，你想表现自己吧。当我们说到创业，我们往往想到的是青春、热血、奋斗、梦想，曾经是勇敢的年轻人的游戏，对吧？后来是年轻人勇敢的游戏，但是现在其实创业已经成为这一代青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习惯思维。烧不死的才是凤凰啊！就第一天就知道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如果没有把你烧死，才证明你是可以能够成功的那个人。自强则万强啊，自强则万强，可以创业者可以每天这个睡觉前说个十遍，我深深的这个认可这一点。一般人就是说他不知道前途会如何，不知道前面是会怎么样，但是正因为他们执着自己的心里的一些向往，能够去改变，他不知道这改变能不能成，就很多人去试着去改变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我觉得才会不断的推动进步。我最早的时候去跟驾驶校长聊的时候，把合同给他看，他撕碎合同砸我脸上跟我说滚，我当时震惊了，我说滚那怎么办呢，说走的话会不会认怂，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说滚的意思是要我走了还是在地下打个滚。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其实熬过去，其实对你自身各方面的提升，对创业的理解，甚至是对你心态的这种历练，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创业维艰，它背后的很多的艰辛比我现在坐在这里作为一个投资人去，而且那苦太多了。通往深层的路通常是最艰难的路。没人知道我要去哪，你要寂寞就来参加。你要寂寞就来参加。